上个视频我们学习了双钩玉兰花的画法，这节我们一起来学习玉兰花的斜翼墨骨画法。所谓墨骨，简单说就是不用墨线勾勒，直接以彩色绘画物象，比如毛笔直接蘸红色，一笔下去就是一个花瓣。欢迎给我的视频点赞，大家一起交流国画经验，有什么建议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上节说过，白色玉兰花我们通常直接双钩，以白色宣纸为色，最多太白色强调一下，紫色玉兰花调粉紫色，白色加钛金蓝加胭脂，笔尖蘸粉紫色写出。我这里只演示的是红色玉兰花，红色玉兰花调粉红色，白色太白加曙红，笔尖蘸色，笔根是水分，尽量做到花朵整体是由不同形状花瓣组成，切记用同形状的花瓣堆砌出花朵。喜欢我就关注我，给我的视频来一个强烈支持吧。同样的，视频开头也有许多课稿，可做练习用。这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加点赞，关注，加评论。